行了，我上楼换衣服走了。干啥去？喝酒去。男的女的？我跟我哥们儿一起。那都男孩，你去干啥去啊？就男孩我才得去呢。现在这男孩多危险呢，不得保护你。男的保护啥呀？哎呦我这哥们儿，这是长春，你当成都呢？哎呀，这地狱了啊，可不行。他不喜欢你这样事儿的，我带你去有啥意义啊？那你瞅我喜欢啥事儿的？他喜欢御姐，你也不御姐呀，你是虎逼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啥叫他喜欢的样子，我都有御姐。怎么样？其实他喜欢甜妹儿。哦，这么玩是吧？甜吗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对甜妹有啥误解吧？不是，我这还不够甜吗？我哥们喜欢的不是这种甜妹啊，就是不想让我去呗。不是我不想让你去啊，我哥们不喜欢这样事，去没意义啊。咱哥们喜欢穿制服的。等着。你真牛逼啊，你出门带这么些衣服啊？别问了，要钱。咋样这事儿？冰冰挺冰干啥？在这发朋友圈啊。一二三四，行，看看。不是，你没有啥摄影天赋啊？你说谁的？你这么说就有点彻底点燃我了，那我必须给你拍好看了，拍不好看我他妈给你200块钱。可以。不，你姐们咋回事啊？哎呀，正常，岁数大了，30岁女人乐意吃点嫩草，谁有啥招啊？咱俩处对象啊？不行，我不得岁数大。你不喜欢成熟有味道的女人吗？喜欢呢。那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就是不喜欢你。确实的。你干啥去？我上个厕所。啊，去吧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哎，干啥呀？这小太梗，我必须得治。就这杯酒下肚，弯的我都给他捋直了。哥们儿，这酒下去你也得直吧？哥们儿，你真当我喝酒是催熟的？那不然呢？我整死。哎，你完了，他不挺能喝的吗？是啊，他妈没心的，你比他还能喝呀！哎呀，你送他回去啊？我得回家找我对象啊！哎呦，我走了，这那他咋整啊？你送回去不你哥们吗？喝的，我也打车回去了。哎呀，这家伙的，哎呀，租车，哎。